那我先把它放在爱的面前，那我回去再擦。再弹个，再弹个，不点了。走戏的时候就是比较不太熟悉，就是也不知道该往哪里走，感觉。你就是。行啊，想亲嗓子 NG 好几次啊。不行 ，NG 一次亲一次嘴，没了。的时候，我们不是有排戏吗？前面排戏，然后让你们看一下两个女生她们比较亲密、比较自然的状态是什么样的。我跟你们全程看完之后，两个人都是同样。怎么样？挺好，感觉吧。氛围还是要营造出来的，就是那种氛围感。我们慢慢的，然后，因为我们肯定是眼神很重要，那种感觉，就，那种自然的感觉很重要。